装进去，这里面有两个消电位，要对着这个消电位。最近就把这个螺母锁紧，要把这个摆到一个。这可以前后滑动，这里有滤芯槽，这个直径大小它可以滑动，偏离这个中心。好，然后装这个夹头，把这擦干净，把这擦干净。去顶这个洗刀，这样出去它顶不到这个槽，然后要进来，然后顶到这个螺旋槽上面。要装这个长短，还要让这个刀能够转换，因为它磨完一个齿还要磨另外一个齿，所以它要拉到底以后要转换，能够转得过来，不要卡到。如果你在这里只能卡到，它转换不了下一个齿，所以它要出来一点，这样很难转换。要把锁紧。然后再推进去，要推到底，推到这个螺旋槽的槽底，然后再把这个盘子，固定，然后它这走的就是这个距离，这个就是刃长，然后这个后脚的大小是靠这个针上下调节。越下，然后后脚就越大；越上，后脚就越高。好，现在我们调好这个刃长的长度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砂轮移过来。砂轮可以这样子前后移动。然后这里摆个20度。那你这里
也要摆20度，要它是保证它还是平行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不对的，就必须要那里摆20度，这里也摆20度，就是平行，把这个地方收紧。上下。做正常的那个做。然后三轮跟这个刀一个中心。要把这个针移到这个砂轮这个外缘这个地方，要把这个左右行程把它限死，不要让工作台跑。然后我们再用前后移动把它推进来。位置大概是这样调好，然后再装气管。一个带油壶的，把这个气管插进去，这个是8毫米的，这个插进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阀门，把这个阀门打开。充完气的话，那它这里有气缸，它会显示这个多少的。它打开了，这里的气的话就转起来很轻盈的，转起来很轻盈，它就是拉磨这个刃的时候就很光滑很顺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可以先移进来。然后开机，砂轮要往顺转。我们再先把这个刀推进去。我们正常这个刀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地方，我们是先压下来，把它推进去槽里面的放下来。然后我们再前后进刀，然后再后拉。啊，这里就磨了这个刃。你后脚如果嫌大了，你就把这个针往上调一点。你磨好这个纸再推压下来，这个扳手把它压下来，然后再远离砂轮嘛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推进去，然后再放下来，然后这里是手握，然后来再慢慢的往后拉。白色这个是刀刃，有一些刀修，还有把刀背后面再修一个刃，那你就把这个针降低就好了，把这个针降低1毫米，顺时针就是降低，把它松开这个，再把这个向下降，
将一毫米左右，再把这个锁紧。然后现在这个后脚就已经会有变化的。我们现在磨在后面的，就是刀背的。韧带自己就有两层两个后脚，这里看不清楚两个脚。可以了吗？你还在拍哦，看不清楚。这现在就是两层的两个韧。挺大挺多的，拍红的。